哋劍南好上台，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感受。好，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今日嘅女主角。Hello， 小小 Carol。Hello， 你好。多謝，多謝你邀請。哇，我哋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呢一首歌嘅感受。哇，你先分享一下你對上一次幾時出嚟㗎？喺我先分享之前咧，我想多謝今日每一位出席嘅朋友，你哋令到今日非常不一樣啦。亦都好想多謝荷里活廣場場地贊助，令我今日咧可以喺大家面前唱歌。咁好多人都多謝，我多謝先分享。冇錯，冇問題。係啊，咁咧我亦都好需要多謝啱啱大家見到好靚嘅 Amy 啦。MVP 張志峰帶領嘅 MVP 幫我拍嘅一個好靚嘅 MV， 成班朋友好熱血，係啦，亦都唔可以少得多謝作曲人徐浩同埋填詞人新樂堂，佢哋幫我寫咗我心聲，寫咗我內心嘅感受出嚟，好多謝你哋。冇錯啊，其實咧，我想同你哋合作咧，你歌詞咧令我都好有感受噶。你嚟到呢一度，淨係睇你個 MV 㗎嘛？你會唔會為大家現場做歌曲啊？絕對會啊，係啊。咁我講翻頭先你問嘅多問題先，係啦。頭先咧，其實我就想分享下，因為其實都相隔咗八年，我再去出歌啦。咁其實呢一隻歌咧，我就好想去鼓勵喺低谷或者喺迷茫嘅朋友，如果有任何事情，邊個都可以講，淨係你自己可以講。所以我呢個咁深刻嘅感受，好想同大家分享，好想用呢個我嘅歌聲個歌手出道噶嘛，用作品説話去分享我呢個故事。咁大家就要多多留意住一陣間好演繹嘅時候，嘅完美歌聲去演繹呢一首新歌，帶俾大家。希望完美啊！好拍啊！
有個原因。